超热闹，赶紧赶紧，哎哦，录像录像，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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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见证呐。你看这雪一叠的，往哪跪啊？往哪往哪快？转移放下来。那往哪呢？哪边是东啊？东啊，那个我们这是什么楼？我这就是东楼。是吧？那是那边吧？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指南针，这是东一家，这里是东啊，这个里面哪是东啊？哪边是东东的？是那边吗？我们吃饭的那地方是分不清楚东南西北，那就这边东吗？有指南针，指南针，看一下。等一下，找个指南针来看一下。那边是东。陈陈，你已经偷吃了很多别人的偷吃了。你看来哪有啊？海豚，还有那个艾文。过来了，哎呀，扛来这去了。来，小凤尾，小凤尾的呀，对，就问一下。我最喜欢啤酒了。我也搞啤酒多多。来来来，喝红酒。你还自个才苹果？哦，你还自个呢？祝你越年轻越漂亮。对，生日快乐！今天来一下，四弟哥，来，请看一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小布丁。哎呀，找不到了，我要在上面找。现在才算了，结拜了吗？你们还没有嘛？好久。现在还等良辰吉日嘛？还多一个十八分之内的。哦，是这个时辰应该到了，时辰到了，时辰到了，可以办事了。时辰到了，吉时已到，吉时已到。吉时已到，吉时已到。我再给你准备了。双入洞房。不是结婚啊。结拜兄妹，那你不认识他好了。他们两个极其相似，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基友结拜啊，对，真的基友需要结拜吗？全是太相似了。今晚结拜，照相的呀，照了。今天一说，来，转过来，人都喝过的。真的，他们还没有开始仪式，好不好？送了好久开始仪式啊，这就叫串了。我们要到洞房了哦。当然照，我不是在照，一直在录像，好不好？了没有，不是那个的，应该是结义。我要在这里录，人家二拜呀！我待会下，待会半了我要移开呀。你们不用理解呀。找我啊，我去拿水果刀，在哪儿？有水果刀。有水果刀。没有。要滴水吗？水果刀有哎。有水果刀。太狠了吧！我来个，没有狠的。让我来洗啦！不要动，不要动。有真真的了。我也要。你还有资格？拿个碗过来。最好的，好弄啊！好的，那原先看板的，看板的，谁带来的？好了好了，大家肃静，喝点一口，这不矿泉水吗？谁带来的？妈！来，你别动啊！准备，准备同袍。那我给你点，等一下来，快点，云霞把它抱出去。好了好了，把它抱出去，外面。抱出去，不要了。啊，康，来，没事，他很听话，标准，很多标准。你看妈妈怎么边球球，把它交给你了啊。好，开始，好，今日良辰吉日，有无锡花运、汉丰文化市、孝天花仙和东莞汉服。番茄音啊，义姐，异性兄妹，请上香。请不要行礼吗？请行礼。那应该说直接说拜。好。拜。不用说行礼。行。拜。我给手机给你玩。行。好吧。再拜，行。从今以后，三位异性兄妹同甘共苦，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有各位全国同胞，今天来共同见证这一段奇异的接拜仪式，请三位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我孝天。愿今后与各地同袍多多交流，与两位姐妹共同，为汉服的事业的复兴共同努力，与全国同袍，把我们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好，花仙，
我花仙与些啸天大哥和番茄妹妹，我们会以后是共同努力，然后共同分享，有我一口吃的绝对不忘。好好好，我东莞汉服茵茵，然后今天在这里跟啸天大哥和花仙姐姐结拜，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一起无锡花韵和东莞汉服共同努力，让全国的汉服同胞见证下，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两地的所有的活动会越办越精彩。然后从今开始，以后只要有无锡花韵有任何的话，妹妹鼎力相助。好，于晨。要拜天拜地，天地为证嘛。对呀，只有你多拜一个就好了。那我们先上香。那请好，上香。哇哦！轻点，别太狠了。等，别等，还有拿火机再消毒一下吗？哇，要消毒一下吗？拿那个火机。那、消消毒吗？啊，最好是消毒。火机。那我这边火机。不是，烧一下。我感觉是不是？你这是血稠吗？我也觉得。血稠。好了好了，到水了。谢谢。发现好痛的发现。好痛。这个连心的发现。上去了。哇。哇。搓不出来。你看。不是错开了，是我觉得这个真不利。好了好了，有了，来再烧一下，再烧。有一点点意思了，就是。没有烧一下，那就整再烧，再火烧一下，火拿火机。火机。烧长一点。我可能还会烫。我没有烫的。没事，烫到了。有抖肉会烫到我。因为没有，因为火针还可以治病的，你们不知道。烫了肉不焦了就没血。有针灸吗？嗯，针灸是火针。嗯。啊，查的有点轻了。血稠，不是要别人砸资格才有用。对，我也觉得。那意思嘛，我被砸一砸一下，样子就出血了。不是，我帮别人砸时候超爽。好好，你当医生的吗？早说那什么，我带着专业工具来搓。你是当医生的吗？没有当护士，天天别人。我要整个医生。下手超狠。疏导哥一下好了。来吧，血糖一点，血糖还一搓效果超好。我三测血糖的那个。加深，加深，加深。这什么东西？好了。谁的手机？好，好像是我的。星，啊，雨辰，不要喝，谢谢同行，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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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亚服同学，说一下说一下那个感言，哪个哪个喝吗？要喝，感言了，三个人要把它一起喝掉，以后心血相连。好，喝喝喝喝，大哥先来，大哥总归你先来，我不能抢呀。你多喝点，别都随你。喝一点吧，喝一点好吧。多喝吗？好，祝贺三位异性相爱。因为我想喝什么味道的？甜的吧。经历了一点甜，那个这个蛋糕，我找这个是什么？好了，喝酒庆贺，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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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你们三位，干杯！感谢，感谢，哎，我的酒去哪？你们坐下来喝一喝，你们太客气了，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下次有机会，这个是我的，故意的，故意的，故意的，兄弟，谁给我拿一杯？没关系，用杯子。等到我给你倒一杯，用杯，用杯倒开吧。倒开吧，倒杯子，倒杯子。我倒吧，我喝了我就。要慢慢倒哈，要不然会起沫。没有，岩壁倒，啤酒岩壁倒就好了。来，你光说不练。恭喜啊！假把你助手吧。今天少点，少点干的。你要干啊！我来。别再弄一个喝酒的。来之随意，你要干的啊！我敬你，我也干了。干了吧。我满满的。那个主要是我的杯子太小，也不是我不愿意的。干干干干，恭喜啊！谢，有没有帮我倒一杯？谢谢。来，这是谁的？来，准备过来。那你还有和没有的？哎呀，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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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没了哎！欢迎到无锡来玩。来，恭喜恭喜！来来，一起吧。好的，来。嗯，好。那我们高举酒杯。嗯。祝贺一下十三位，嗯，啊，真好。哎，我想说一句啊，嗯，那我们是不是多了一个姐，多了一个哥啦？
我也坐在跟我那个的姐在那儿呢，姐哥，哎，哥姐，姐我的姐，姐我的姐，你们又这么，咱们这么多姐妹，好，好，他都是我们，咱们这是啥关系？我的姐是你们我姐了，你们这是姐呢？姐就是我哥了，也算了，我比你再高，你看着办吧。那我看着大姐叫我二姐，没事，那本来就是二姐。来，记得一定要来东莞看看。啊，他这个一定要来东莞，一定要来东莞。跟干果山是吧？东莞也是非常的关系。没事，过来来。啊。我刚干了一瓶。上干一个。啊，这个来录一下哈。我上去睡了啊。喝了。行，好。缘分呐。来，喝交杯酒。交杯酒。真的，今天人家花仙爷的生日，咱们是不是应该来一句给他唱一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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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还有广东的，咱也应该来一个那个广东的那个什么广东的那个粤语的那个，一起，老狗来一首那个白话版的，来，对，我也说，我也呀，你开头，你开头，啥开头？白龙。那个音也好。平和你生长。哎，对，人人都有感觉，岁岁都有感觉，恭喜你。是吧，这个是应该的嘛，回去马上再来一句英文版的。好，什么语啊？方言，方言，还有方言也有，我们衡阳来，可以来，来一个，不要了吧？来，没有，我用衡阳来，我启动的好吧？啊，可以，我只能说唱，我可能唱不出来。可以，说可以。祝你生日快乐啊！我觉得不如你听懂了，在场的一人拿一句家乡话来说一句。啊，行，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那个白话版的我重来一个好不好？好，我再来一个，因为刚才漏了两句。恭祝你福寿，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希望你身上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日，恭喜你，恭喜你。快起来唱。这才是全国的。哎呀，哪个？说温州话，你说哪里？我是湖北咸宁。那我说温州话啊。我先说再唱。咸宁卡鲁。啊？你哪里卡鲁？你瞧，错。好，开始唱了啊！祝你咸宁卡鲁。好痛！掌声啊！咸宁卡鲁，祝你咸宁卡鲁。生日快乐，话就你快乐。听到这一听就是。福建省的方言非常的多，非常的杂，然后通常很多地方方言是福建省内都不能沟通的。木叶，你是哪里的？我忘了，好像上海的。台州，来一句。生日快乐吗？对呀，方言。好呀，欢迎。生日快乐。三月九，那我来一句贵州的好了，因为我反正我都懂两个。哎，那贵州的跟我们柳州话也有点像啊。祝你生日快乐，这也很好懂吧？好像。因为都比较接近普通话多一点。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嘞，属于北方你就白话了。对，叫我白话我已经说了 N 多遍了。一样的。我们家的胖子。谁可以帮我录一下呀？我举得好累啊。来，我来，要脱鞋。来，还有你的呢？
我们的那个，你来给他差不多，快点，北京过来一起，北京过来一起吧。那个我太高了，我就低一点好了。我也不能跪着呀。我你可以蹲着。那个廖振华，祝花心生日快乐。可以吗？啊，直接给他录下来。不是还有广西吗？这里。OK 都 OK， 还有广西吗？你不是广东话的吗？他是广西人，跟我一样，我是。我们广西的也说，也是说，广西的也有。来，广西的来一句，说白话的来一句。广西干了，可能不怎么好。干吗？来杯交杯吧，来。杯交，杯交，要交，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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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个，开一个。么么哒，下面还有一个。广西的来一个啦，姐。哎，我来，云南的。你要去云南？云南我要去洛阳。云南的方言很小的。你就这个吧。还有这个方言，你看看他要去哪呀？哎，你哪个都来一遍吧，谁都 OK。阿姐，生日快乐吧！行，我也去。生日快乐！你又来。我们现在看来，我社团里进来一家，你们社团外也要进来。不是，这是正经的，生日快乐！对，前面然后来个洛阳的，洛阳在哪里？不是，对，快点，快点，四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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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拿四川的，四川的跟贵州的一样的噻，要得嘛，要得，要得，要得，这句我们都熟悉了，对呀，这个四川重庆都喜欢说要得，好嘛，要得，好嘛，好嘛，生日快乐，好嘛，生日快乐啊，行吧。我广西排队排好久嘞。这个大爷会讲洛阳话，他的祖籍洛阳。来广西的，等我酝酿一下，太久没说了。念念广西的来，传点我让我来了，就这样了。Hello。来，加油！来，加油！加油！加油！今天加油了。所以好的话，要把人家给忽视了，那就不好了。我这大广西的还没说出来。我们就可以办事。来来来，你们杭州的说，赶紧播进来。喂，广西的，快来！谁是杭州的？你们不是杭州的？来吧，谁你他们？谁？都说来双姐快乐。谢谢。不像的，你们呢？我就说了，来来，这么多，你们也可以随意嘴巴，我们也可以。好，再来一杯。好，来来。如果是赶紧跟人家说一声，嗯，对。这个是啥味的？上一把，这个是啥？这个是啥？是的，但是上学的。刚才怎么了？上次不是说根本就不知道吗？哎，马上来个好用的，好用的。小作，我用自己的蘸酱饭来，光头香肠。还是你的？赶紧的蘸酱饭。吃人家饭吗？今天都。蘸酱饭。哎呦！谢谢。嗯，对。错，不想说错。还有谁呢？还有谁呢？好，过来几个。过来，上来，蘸酱饭。蘸酱饭。你先去吧，主要高人多。妈的，我要不要再来一个凉州话呀？蘸酱饭，生日快乐。凉州话。花仙子姐姐生日快乐！你对谁说？你对张小龙对呢？在这里呢。等一下，你是英伦的嘛？对，英伦。说英文好。啊，你英文。英国。等一下，英国的方言。英文。No！ 我相信，英国相信的话说。刚才说错了，好像说的是山西话。一定要用地道的英文，对对对，不能是我们听得懂的英文。那你看人家，我把他祖祖辈辈的那个都挖了，也都挖出来了。对，先炸的那个音。伦敦之外的，伦敦之外的，不要伦敦的，伦敦之外的。你那个导演呢？哎，对对对，那郊区话说吧。表演，怎么说？伦敦谁？我说伦敦之外哪边的地方的？不是伦敦郊区的，苏格兰郊区的。伦敦上班上班了。他刚才发音很有 Happy Birthday。鲑鱼的杭州。啊，我要说家乡话的话，我用山东话说。山东。山东的。啊，那叫花仙子，生日快乐。怎么不都喜欢花仙子？你们混过关。哈哈哈哈哈！不是，那
俺老家那个黑河南话差不多，我都酸外牙了。好，生日快乐！谢谢。这个不管哪的我都认得，反正无锡话以外的我也不太懂。我说那啥，河南话、山东话是一个味儿，连一人一个字，听不出来的。哎呀，一人一杯的。哎，我这是好快，这么写的，连发上去。对，你这个生日过得比我们老大那个风光多了。对呀，哎呀，没有啊！那你快点拉两个人，要不要？再来一个，不换，聊不换啊！二姐，快点！你要你东莞人，二蛋吗？啊，东莞人，超二蛋啊！十来个人，一个人给你敬一杯酒。我哪里？那叫我广西的，我怎么你白话要讲吗？你稍微喝一点就行。那我是聊不到的，他想聊不换要讲吗？我想讲，那我讲啊。来聊不换哈，你说请聊不那岂不是我要说真诚？嗯，谢谢。上班哈喽，我现在三月半了啊。发点发牢，还是粤语嘛，差不多。不是，我已经都人音变了那么一点点。音变了。还有广东，那岂不是我还可以来一句真诚的？可以啊。那我再来句很那个上海很放的话。来一句。我先来一句。还是一样的，有会说说话的，不要你狂龙，要跟闲话，我不懂，不要这么抽象化啊！赔，给我再拿两个，还有谁会其他的发言？一起来，那个柳州的会讲这种话的。啊，我只懂听，不会说。我虽然是壮，但是我只懂难说的。他是那边跟家里面出来的，那我就喜欢难懂的。难懂不要紧，不要，为了就是难懂，在这目的就是难懂。来，还说不喝，因为那个壮话也有很多地方的壮话不一样，重没伤害了。对，现在只是说那个。有几种说几种。这个可以听得懂，听不懂最好，听不懂最好，要的就是听不懂。这种听的不吝啬，是啊，这种是听的不吝啬，不吝啬。来，有句听不懂的，来，龙岩话呀。对，龙岩话。好，我听不懂。龙岩，快点来呀！啊，你就胡装大爷，不大爷不知道。忽悠一下你。因为那个是那个壮话，它每一个地方的壮不一样。他住就是狗，你会讲的那个狗女神也可以。你说还有我说不出来这个，我说不来。我说的是慢壮话。你刚才不是说的也是五名的下面的壮，我们那里的吃是。吃饭，所以很多种名的，你不懂。对，我们上的就不一样。对呀，然后那个壮话，他会那个反过来说，就是我的话可能会在后面，然后之前会说其他的话的反语。哎呀，好的。别的地方就吃饭就饭吃嘛。别的少爷，我这里看啊，别说大家那个吃肉就是 no， 肉是 no， 喝酒温州。你是你的特产，哦，那个我把柳州的特产，来等一下，各位同学。
的话，我现在就为了我们所有的汉服梦想，我们干一杯，好不好？好，好，好，这个好。汉服梦，为我们的汉服梦，为我们的汉服来句口号吧。干净好，好，怎么说口号？七月无印，与子同袍。好，好，七月无印，与子同袍。干！我屌，我这个人太浪费了，我又来。可以撕成一片片的，这个时间长了不折，咱就重叠嘛。没有那个，这个是米饼。雪片糕吗？我好吗？我们那个叫做云片糕。哦，估计应该跟雪片糕是差不多的意思。对，好的，亏了。啊，谢谢。分人知道吗？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枣子为什么这么大呢？是不是很喜欢吃枣？这是枣吗？真的。我跟你讲，还有这个是米饼。来来来，你们要走，你要帮把这个蛋卷全部打包走啊。米饼，那个你吃完了。还有一箱蛋的。啊，这么多。对，就是拿过来的时候。刚才有人把米饼放在上面了，这个人不一样是吧？哎呀，好，我刚才过来还录像了。还要吗？还要？给你来一个。还没干饭呢，还没干饭呢，还没搞定呢。没有，弄的人没有。来，柳州的特产。其实是那个柳城县的。没地方，这个是米饼。一个是一片刀，这个回来的那个一片片的，然后我们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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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然后我们帮你们跟人家平时吃的也会有区别，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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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过来，因为我这随机就不管从哪里面带的，他果然给我用上了，真的不用大家，就用大姐，这就大姐来救我们，大姐吃得起吗？大姐，他果然吃得起，才吃得起面条大姐，有多美吗？特产。我们房子是广场，房子现在是现在的房子。待会儿直接就明天直接把房子。那你们房子为了一九姐啊？耶，苏姐，我也买了，我们收了很多的。那你就带600分钱。对，没有多管他，苏姐的举手，那是苏姐的。那我去杭州，我去那个来说去的。然后杭州那个吃太光了，这个是没什么人。过年时候有价格，但是还有吃两天。这个原先贡糕跟你这不一样。我晕了，等一下，醉了。好，谢谢。啊，我也醉了。小块，对对。不用他派了，来吃一口。啊，真的好馋。
那不行的话他们太假了，那个这一点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掰啊？不可确实应该的，应该的。这个蛋糕给你就是给人就能拿的。蛮好，这是我们社团的一些有无锡的小吃，大家也分享一下。哎。没有拿哪个可以带过年。那就知道河南那一句吧，以后用得到东莞的，那就会了。经常过东莞就打电话，好，没问题。你是在河南对吧？啊，是，对对对，那是。全国同胞都见证过了。我年差不多，我都说出来了。一家常德一样常德，本来就是呀，因为大哥我们本来就是家，我多少年了，打电话过来，啥时候东莞？因为我们东莞就是，我真正的也是常德。你那油袋我们绝对支持，大哥不吃，他说你那废物，我们就后来就大哥去那油袋了，你们感觉了？感觉了吗？明天吃土豆了。哇，现在还在吃东西哈，微博好对不对？妈妈，好像有了，有了，有没？大晚上哎，有了，这个东西你拿给我，有了有了。不是我的牙齿都是今年的，对呀。喝点酒，化一下。他故意的，姐肯定是故意的。再喝一点没事。再化一化吧。哦，那你们是不是要化一化？化一化，妞子，喝点酒。哎呀，照样照样。我这个男的，感觉。是那种，行，不能打开。来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就是酒吧高盖地的。所以我们也来我们对，其实应该二十七号才对，那我们的二十七号才是谜底。二九，我说二十七，二十七，我们这样，爸爸的故事，然后上次临时的决定，我妈说我要帮我准备来吧，我说回来了，还是用你吧，我妈是郁闷了。这么多人跟你，这样我们就叫我们看你来。哎，这比我上次在杭州过生日还开心。杭州的话，我照样，但我说你不是那个起名，不要起劲，这会人多多呀。至少我们那是一个地方的，而且我们有目标，目标，还有个目标，安排一个老路保健。清晨，对对对，回来了，好看的，快点来，快点来，哎呦，快点，快点，哎，我来高级，大脚，这个云片糕。没有，清晨是一吃货，我们的，你也得喝点酒啊，有吃有喝，你要啥再大大我啊。这里有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我们来每人来一句地方方言开始来你们走进来打包一点走不然你们没事可以一下哦一下哦你比我都买都甜了我不去吃了对呀你们那天昨天就应该我说两句话没关系没关系这男的你们班全部见了呀我的群里还有呀拿来吃吧就不要扛回去我问大柱昨天我有没有在群里喊了没有对呀对呀对呀反正我的都放进皮箱里面对对对，今晚吃了，对呀，放进这个冰箱吗？今晚不是了，吃过菜，喝过菜，然后随便找这样约，明天直接吃早餐。再继续吃，到了，年都上了，真的，吃早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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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建议咱就可以了，你们再学过来吧。这个建议，跳过来吧。摸着没用，摸着没用。对对对对，摸着没用。节目照常对吧？对。是啊，就是来来来，我听见。他是什么方言？继续说。温州方言，你听得懂吗？不用听得懂，咬字就行了，不用管听不听得懂。嗯，三亚卡罗。好，还要再回来。我也听过，我听过。你们再难懂也没有脏话难懂了吧？是吗？真的，那个脏话真的我在下面就是我妈妈会说，然后其实我是不太会说的，然后在我们家里面我就讲，下次给我站出来了嘛。然后平常其实在家也不算什么的，语言就你们是一家子，现在他是我二姐，然后大姐，我外婆跟我妈妈说，还有大哥，准备来参加我们的结拜仪式，你真的吃不下了。
我来，我来试一下。哎，这个是潮汕那边也有哎。所以什么的，什么建成区的对方。我吃了潮汕的那个，我就受不了。大伯本来就在。我不会在那边。那你们后面跟着吗？你也可以。大伯呀，我养干了。啊，这怎么改成大伯了？我养干了，他是干了，然后就只有这一点了。我差点就去喝了。我也知道，就是我的。你不要这个样子，不就那什么吗？我藏的蛮好的。
人家把你们知道我查了，我查了，我查了。那个小舅说，昨天我找男的，不好意思。那些没有。哈哈哈哈哈。还有人没干净，还有高血贵的。别说话了，你今天床要产，可以吗？既然你说的可以，我就把你不搞狗样的。你想聪明就行了，我那你还是用大的去。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用大的你们现在量多。不要跟我们讲。哦哦哦。其实来一些，没办法，我们这里有的。对，那昨天我们还不想牵过手了。搞活动的。牵过手啊？早就牵来了吗？暴力包括我们暂停一下，说完就把它全部都扔没了。没没没。牵手照。你这块都不要了。那么哪个是暂停？这个这个。来。这个可能。这个我在那边牵手的不是的。方言啊，不方言。方言哦，方言哦。方言版。方言。生意快乐。这个唱一首方言的生意歌。对呀。很帅啊，我给你办，越来越成熟，是你办的我办，祝我生日快乐，祝我欢喜，欢迎所有的顾客们淘汰，欢迎好，方言哦，方言话行不行？行，啊，你说，你说一组你们不要说 N 多组，行不行？来来来来来。好，大家生日快乐！啊，好，这我听懂了。算正宗吗？不听懂。我没喝过茶。你说的是哪的那个方言？常州话跟无锡话其实差不多了。哎，这是我弟弟，怎么着也得放他一把。啊，好吧，这是我也认。二宽啊，来，你准备弄哪国方言？来想一想，哪国方言？那个一组就好了。不然我受不了，你喝的美国方言，那个要乡村的吗？美国乡村的方言要带口音哦。因为现在呢，不拿酒不用，你是美国这里是吃完宵夜啦，那你得拿酒喝。对呀对呀。我背了就。你那白大腿，你穿的大腿我看到的，我去穿的那个，那没脸没红啊？他除了没有白大腿，不好意思，这边只有啤酒，只是外面工作了。新南哥，欢迎老板，老板，老板也是我。那杯子大一点，不然就把还有他呀。这是我的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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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点点好了，一点点吧。我让你们要死的多。这个叫什么？你的米卡课堂没了。我背的还差是吧？规不规？反正密室没有背。他那个还没放言吗？要说什么嘛？行为。方言呐。我是有的，但是你们要方言吗？你是方言的，你我是这里想说你的。对，想一下，我想一下。我要这个。别拍一张，台上。抽签嘛，写几个，然后抓阄，抽对哪个方言就说哪个方言。乖呢，我的电话已经录进去了。好，开始啊！好，开始。哎，方言哎，祝你生日快乐！哪的方言啊？我说呀，告诉你，这到底是哪的？我也不知道。再说一句，反正我是听懂了。耳朵，我听说是哪的？快说！这没这么说是哪的？我也不知道，我听懂了，但是我也听懂了。老了很久，你说你这样不爽，你心里不要三年快了，买了睡觉了。现在都光环化，你说一下嘛，忙死。然后去柳州就待着，来待着，去柳州就待着。我这这边这边这边，他们两个笑起来好像啊。我来鉴定一下。我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我发现了，这边来，这边来。结拜，结拜。没关系，没关系，开心播，开心。